处就在于它的汤底非常的浓郁，一口接一口香甜的豚骨汤真的让人停不下来。而且这里不只是拉面好吃哦，它的石烧炒饭也是非常的美味。那其实这个 apps 跟其他的 apps 它有什么分别？就是当你用这个 apps 购买这个优惠券的时候，它是有积分的。那这个积分呢之后，你就可以换取其他优惠券。那现在重点来咯，只要你们在明天，就是12月12号购买任何的优惠券，用我的 promo code 在这边，你就可以得到额外的12令吉的折扣，还有12倍的积分哦。就成功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今晚12点，记得留守着 eat SI apps 哦，你们会有惊喜。